S24 系列用了几天啊？今天我会以 Ultra 作为核心来聊聊外观、屏幕、影像、AI 四个部分。我们先说外观，今年 Ultra 系列有四款配色，分别是太黑、太灰、太羽黄和太木子。黑色依然是经典色，也是全系唯一深色边框搭配，个人推荐排在第三位。羽黄这款呢，还是有一点像星光色，和之前三星有一个小折叠的颜色很相似，个人推荐怒砍第四名。紫色今年我很喜欢，特别是深色后盖和浅色边框镜头的配搭，对比度一下子就拉升起来了，质感很棒。最后一款呢，就是我们已经看过的灰色，与 iPhone 相比呢，它要偏金一些。 S24 系列的灰色和紫色我是最推荐的，如果你实在是选择困难的话，我的建议是侧重时尚选紫色，侧重商务选灰色。 S24 数字版有一个专属雅颜灰，发布会现场给大家对比了一下浅破黄，这两个对比之下呢，我自己会更喜欢灰色多一些，数字系列我最推荐的同样是紫色。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S24 Ultra 在设计上的许多小改变。首先，钛合金边框登场，因为前代就采用了很轻的铝合金边框，所以没有带来很夸张的减重啊，但是重量也是变轻了。另外，三星的边框好像加入了类似喷砂的工艺，抗指纹能力要比 iPhone 更好一些啊，当然它还是有指纹的。第二个改变，告别了曲面屏，真的是一丁点曲面屏幕都没有了，曲面屏导致的两侧显示阴影也一并消失，改成平面屏之后呢，更好的横向握持手感，更好的内容平整显示，以及更好的防误触都回来了。整整十年，三星上一款非曲面旗舰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 Galaxy S5。边缘没有曲面的润色，虽然说实际上它的厚度变得更薄了，但是手感上呢和 S23 Ultra 差不多。第三个改变，超窄的底边框，和前代下巴相比 S24 Ultra 完胜啊，对比一下 iPhone， 两者的下巴基本等宽，应该是并列兵器榜最窄下巴了。手感方面呢，本身因为超过了230克的重量，加上直角边框，所以单手握持呢还是有一些压力的。这个部分 S24 Plus 就会好很多，196克的重量，你看它和 iPhone 15 Plus 的重量是相当的，是手感屏幕一个综合的选择。至于 S24 单手手感就更好了，和 iPhone 15的手感比较相似。我自己的使用体验啊， S24 系列 Ultra 它要更接近一款小平板，而这两个数字系列呢则是更舒适的握持手机。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们聊聊这块屏幕。这块屏幕发布会真的就是俩字，不提啊。首先，防反光镀膜，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对比前代在光线下黑屏的效果啊，能看得到这个反光吗？我们再锁定 S24 Ultra， 看到了吗？这个对比，同学们，同样是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你现在能从 S23 Ultra 这个屏幕里看到我自己，对吧？但是 S24 Ultra。我给大家反光对比一下， S24 Ultra 虽然说不能叫百分百消除反光，但是黑色变得更加纯净，点亮屏幕同时看同一部电影，大家一定要亲自去感受一下。就如果你去三星的店里，你就直接对比 S24 Plus 就好，因为这个镀膜是 Ultra 独占，这个提升真的是参数所体现不出来的。其实手机屏幕加入镀膜防反光也并不新鲜啊，很多折叠屏都有镀膜，但是折叠屏中的镀膜呢，有很多会带来这种偏蓝的视觉效果。而我们对比一下 S24 Ultra 这块屏幕的镀膜，大家感觉怎么样？镀膜它不仅带来了更纯粹的黑色，也带来了更纯净的白色。在大多数场景下， S23 Ultra 我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是在用一块玻璃屏幕，而 S24 Ultra 我觉得自己是在看一张纸，这也让这款手机成为我近期最喜欢拿着看视频和电子书的设备。这块屏幕的第二个升级，它支持了全天屏幕显示。我测试了一下亮度啊，亮度和 iPhone 15 Pro 是基本相同的，但是黑色依然会显得更加纯净，没有光线反射发灰的情况出现。功耗实际给大家测试一下，关闭全天显示屏，待机9小时耗电 4%， 开启全天显示屏，待机9小时耗电 10%， 也就是说平均每小时额外耗电 0.6%。 不过目前三星啊对全天显示屏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现在发送一条短信，大家可以看一下，哎，你看这个时候它会亮屏告诉你有短信消息，但是我的屏幕一旦锁定，你看了吗？一旦你进入锁屏状态下，它就又变成这个小通知图标了。我建议这个位置三星可以增加一些优化。提到耗电，我顺便来说一下这款手机游戏和续航水平。原神的表现呢是旗舰水准，王者荣耀还没有适配120帧，所以还没测。骁龙8.3的功耗控制确实带来了续航提升，同样环境下观看 1080p 在线视频9小时耗电 46%， 而前代 S23 Ultra 9小时耗电 52%。
第三个这块屏幕的升级增加了色温传感器，也就是说支持的原彩显示，冷光环境下屏幕显示冷色，暖光环境下屏幕显示暖色。全天显示和原彩显示这两个功能呢，在 S24 数字系列上也同步得到了更新， S24 Plus 它的屏幕分辨率也终于升级到了很多同学期待已久的 2K 级别。今天视频的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很多同学很关心的长焦镜头，今年从10倍变成了5倍，让很多同学很担心，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画质减半是吗？首先我们再次强调啊，倍数呢它不是越高越好，对于大部分用户1到3倍是最常用的焦段，你超过5倍呢就是偏小众的需求，10倍以上就是极少数的需求了，比如说看演唱会啊、追星啊这些场景。我们先看拍照啊，这一次三星5倍镜头它配备了一个大光圈，能让更多光线进入，从而提升画质。白天样张我们直接先看10倍，10倍镜头下呢还是 S23 Ultra 的光学镜头画质更好啊，这是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光学可以战胜一切算法。但是呢在5倍到10倍之间 S24 强势反超啊，5倍、6倍、7倍、8倍、9倍每一个焦段都表现得更加清晰，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白天是用5、6、7、8、9倍的变焦更多呢，还是10倍以上的变焦更多，前者更多你就选 24， 后者更多你就选 23。 如果你说你从来没用过长焦，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选，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要么选 S24 Ultra， 要么S24 Plus 就够用了。对比 iPhone 和 Vivo 的长焦镜头，大家表现都差不多， Vivo 的算法痕迹会更多一些，相应的噪点就会更少一些。三星和苹果的思路很接近啊，就是没有太多算法痕迹，有噪点就有噪点。第二个部分夜景的表现啊，光线一旦暗下来， S24 Ultra 这个大光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5到9倍变焦明显是强于前代的。而到了大家最关注的10代变焦， 24 Ultra和23 Ultra 的表现就几乎相同了，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在室内环境或者暗光环境下， 24 Ultra 从5倍到10倍的表现都要优于前代了。我再对比一下 iPhone 的5倍长焦啊，需要注意两款手机呢，他们都没有激活夜景模式。测试的过程中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三星它的成像非常快，而且它刻意的去避免夜景模式出现，这一点有点像龙珠打沙鲁赛鲁思路的时候，孙悟空明明可以一身肌肉获得更强的战斗力，但是为了敏捷依然维持普通超级赛亚人的状态，更快的暗光拍照就能够更快的捕捉瞬间，这也是大光圈它所存在的意义。暗光视频的拍摄呢， S24 Ultra 明显要比23 Ultra 的画质更好啊，无论是5倍还是10倍画质都要更好。第三部分我们来聊聊 AI， 也是这一次 S24 系列全系发力的一个方向。 AI 环节呢，可能很多同学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哪个部分的 AI 能力来自于三星，对不对？大家明显对于三星的 AI 算力期待值更高啊。那么我快速的来讲一下，第一个三星的 AI 功能通话翻译，如果和你打电话的人呢恰好是一个外国人啊，而你又恰好不太熟悉他说的那门外语，那么好了，再看啊，假设我现在接到了一个外国人来的电话，然后这个时候呢除了接通话挂断，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通话助手，然后我们选择通话助手实时翻译。你好，我想预约一个今天晚上7点3个人的餐位。Hello, this call is being translated and live captioned. Hello, I'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3 people at 7 p.m. Good morning. 早上好。请问我该如何最快地到达你们的餐馆？ How can I get to your restaurant as soon as possible? Abandon.第二个三星的 AI 功能同传，好家伙，1小时好几千的服务让 AI 给拿下了。比如说你出国旅行的时候想问路啊、点餐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然后通过点按自己这边的语音按钮开始说话。这个位置你可以选择面对面界面交流，也可以选择你俩在同一个方向沟通。我感觉这个面对面交流怎么好像还有点浪漫呢？你好，请问都有哪些咖啡？我们有美式咖啡和拿铁。第三个三星的 AI 功能输入法自动翻译，这个部分呢你需要使用三星键盘啊，你可以在打字的过程中直接把你的文字翻译成相应的语言，这个如果和外国的同事比如说发个短信或者发个邮件呢就会更加方便。第四个三星的 AI 功能录音机，我在这里会放一段视频，这个视频的难点就在于它会有连续两个不同的女生出场，我们看一下录音它是否能区分出这两个不同的女生。同时呢这个里边一共有5个人还是4个人，每个人呢口音还不太一样，有美音有英音，而还有一个小姐姐呢是韩国口音的英语。好了，这段已经播完了，
然后大家注意啊，这里边一共出现了五个人，但是最后说这句话的这个人呢，和第一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啊。我们先点击这段录音，这个位置有一个转录，我们点转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好，转录完成，大家可以看一下，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个位置，他非常成功的把两个女生的声音给区分出来了。然后四，大家看，最后在这个说话人一这个位置，第五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通过声音声色去识别出他是和第一个人。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选择给他翻译，这个完全都是三星内置的 AI 算法新增加的一个摘要。当然这个摘要部分呢是和国内百度文心言他们合作的，我们选择一下摘要，然后可以把你刚才录制的会议也好啊，还是发言也好啊，快速的进行一个整理。哎，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有标题，然后有三个小段落，这就是对刚才我们这段文章进行的一个摘要。第五个三星的 AI 功能，处理照片。当你拍摄一张照片之后呢，你向上滑动这张照片，你会发现手机会自动分析这张照片的特点，然后给出不同的 AI 建议。我自己目前统计的话，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 AI 功能吧，这个还挺好玩的。比如说我坐在飞机旁边拍摄的这张有天空出现的照片，它就会有一个24小时延时拍摄的建议，点击它就会把一张照片生成一张有太阳光线变化的12秒的小视频。比如说这张照片，你看窗户有反光，对不对？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建议你消除反光的建议。这张照片中有我自己拍摄的阴影，那手机就会建议我消除阴影。哎，这个阴影呢其实没有完全消除，但是比刚才淡了不少。我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是之前的效果，这个是之后的效果。比如说照片中有人物啊或者动物啊，那他们就会建议你生成虚化的效果。这些算法都来自于三星。这些功能我实际测试呢，目前它也不是完美的啊，就有些照片你使用 AI 功能之后呢效果就比较好，但是也有偶尔翻车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自己多尝试。另外呢也等待三星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学习去提升它自己的能力。这个部分还有一个三星 AI 能力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任何一段普通拍摄的视频啊，你只要普通拍摄，而在回看的过程中你只需要长按屏幕，这段视频就会立刻变成一个慢动作视频。你可以最慢选择八倍慢动作，我们选八倍慢动作，然后呢把这个位置给它调整一下，就从这儿开始，视频最开始。然后我们现在来预览一下啊，走起。哎，怎么样，以上我提到的所有 AI 功能都来自于三星。那么哪些功能来自于和本土厂商的合作呢？图像方面呢主要是三个，一个呢是抠图之后消除再生成，比如说这个老哥在这个位置，我给他勾选出来，我帮他快速的往前走走啊，大家直接看最后的效果。一个是看他离开的这个位置所生成的新画面，另一个是他在新的位置所融入的新效果。第二个呢是通过调整照片的角度去生成四周的背景，还有一个呢是 AI 生图。目前这三个功能是和美图合作的，前两个不需要下载美图也可以直接使用。另外这一次三星推出的一个极圈极搜的功能啊，这个呢是三星和百度京东几个国内厂商一起做的。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好像和之前的 Bixby 视频一模一样啊，但实际用了之后发现还有一些区别。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加入这个画圈动作之后，它能够更定位精准，同时这一次加入了更好的图片识别能力和百科推荐信息。不瞒大家说，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我使用过最纯净的百度搜索了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最纯净的百度搜索由三星提供。以上就是 S24 Ultra 的使用体验反馈。今年这款手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这块大屏幕啊，这是一块方正的震撼的纯粹的超大屏幕。它所带来的关于看电影啊、看短视频啊、看社交网络、看电子书等一系列的体验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影像部分呢，各大厂商真的应该是把画质已经卷到目前手机拍照的顶端了，估计接下来大家要开始做的呢就是连续焦段的优化。至于 AI， 毫无疑问AI 就是今年手机市场的一个主旋律， S24 系列也应该是真正的把 AI 整个概念打包到一起呈现出的24年的第一枪。那么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2024的手机 AI 大乱斗。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